各位民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那么在这里，我向各位观众问好，中秋的问候。上一堂课，我们讲什么是民主的第一堂，是基本上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诸般现代民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也就是关于林肯总统在1863年哥德斯堡演说所提出来的三民主义，如何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这当然是他对美国建国先贤的关于民主、关于共和，的一个相当精辟的、相当深远的一个抽象和提炼。它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作为我们普通人来理解什么是民主的三个基本原则，然后它衍生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上堂课回顾了民主最重要的。跟这三个脍炙人口的三个原则口号相对应的是理论性的，关于什么是人民主权，关于平等，关于共识。那么其实所有的民主理论，所有的民主形式，都是在这不同的三个维度之间出现各种的组合变化，所以民主世界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它并不是这个单一的，并不是收敛的，反而是开放的。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民主的灯塔国，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其实就要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在民主，我们就跟什么是政治一样，政治涉及到很多。那什么是民主？其实只是政治的一方面。我们将来还要谈民主的另外一个对立面，威权主义的统治、各种专制统治，以及大家所熟悉的现代的一种专制形式——极权主义的统治、极权主义的政治。那么，其实都是政治学要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以及下一堂课，可能还要再多花一堂课时间，四堂课时间来讨论民主的形式、民主的这个民主理论的一些很具体的方面，包括民主的转型等等等等，这实在是一个无限的话题。但是我看到有观众朋友们在课底下有留言那么来谈，比如说对，很好奇为什么要分开伦理和计算，把政治和伦理分开啊？政治也好，民主也好，我们在区别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有一些规范的东西，但其实是我们是把伦理区别开来，有规范不等于有伦理。中国传统政治是不分伦理，以伦理代替政治。那么在伦理和现实主义政治之间，实际上就是出现伦理政治和现实政治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鸿沟，那这种巨大的鸿沟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一个特点，它需要用各种权谋，用各种这个权变啊，说得好听叫权变，说得稍微的中性一点叫权谋，说得再难听一点就是各种机会主义，来弥补这种伦理政治和现实政治之间的鸿沟和差距，就是弥补儒家政治传统当中这种，这求大义啊，什么什么那个，然后在现实当中又不得不面对一些具体问题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这是中国儒家政治几乎是2000年以来的这个越来越加剧的一直存在的无法克服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国评价政治人物总是要评价好人、坏人，好人政治，坏人政治。那么，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们不认为这种政治是一种现代政治学的一种方法。我们现在政治学
当然大家都知道马克思韦伯的价值中立，科学的发展，那么在耳熟能详。那其实我们知道政治学的发展更早就撇开了这些东西，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就撇开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在展开民主的形式的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回归到政治的本体，要回归到政治学的这个，即使在一些基本原则上来讨论，又是要回到政治学的地域上，在地域上，地域的政治上面来讨论什么是民主。这是蛮现实的，蛮地域性的，蛮具体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在一些所谓的大意上来讨论。那这是很重要的，民主实际上是现实的生活，它跟资本主义、跟市场、跟每个人的收入分配、跟我们刚才所谈的主权、平等、共识三方面都密切相关，然后才能如何的来落实追求一个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这当然是理想的，是民主的理想，但是它是一个目标，是尽可能去追求这个目标。但是目标基础上，我们才能谈一个国家的形成，一个国家的意义。将来我们会有专门一讲来谈国家、民族，等等等等。那么就是民主这问题理解清楚以后，我们对国家的性质也就理解的比较清楚了。国家的性质在我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追求善的、追求正义的一个正义的一个集合体。没有正义，没有善，那么其实这个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它不称其为国家。那么我们回归到民主本身，我们隐约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概念，民主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一个特别是现在不是以雅典城邦作为一个民主单位的时候，我们以国家作为民主单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在一个国家为单位现代的民主样式里头，民主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在理解什么样是民主形态的时候，我们同样还要回顾我们的上一讲，关于什么是政治。这种回顾它涉及到我们第一讲我们知道是方法论，那这种回顾对于我们来理解什么是民主其实是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这个课叫做中国政治基础，但其实不是基础政治学，它不是简单的一个 introdu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它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基础。那么我承认是有一些难度，那个难度我希望不至于把观众朋友们给吓跑，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在事后以这种反思的方式来回顾前面所讲的内容。前面所讲的方法论当中，我这个大家可以现在回忆一下，想一下，甚至在这个时候把节目终止 pause， 然后翻看以前的节目，然后再想一想。那么政治学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民主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政治学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科学里头其实是最复杂的一门科学，最复杂的科学，它是没有穷尽的。随着人们的政治实践的发展，政治学其实没有穷尽，政治学不是一个穷尽的科学，它某种意义上讲它跟科学一样，它都是开放的。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好像法学这个是比较的很难有突破啊，比较突破，所以我是相对的意义上讲。但是在方法论上面，我们今天要把第一讲内容重新总结一下，没有总结的，没有点破的。政治学之所以成为它是一个复杂的科学，因为跟我们讲什么是民主是有极大关系的。方法论和我们谈的，就方法论和本体论统一，这一直是我本人作为强调的一个学术原则啊。那所以我们在谈展开本体、展开什么是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回顾什么是我们的方法论。那方法论我之所以谈它的复杂，是因为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社会学、
经济学和政治学三大学就相对比的话，政治学的方法论是介于其间，都有别于两者。我们知道社会学的方法论通常是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研究一个群体，研究一个阶层阶级这个是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单位，也是决定它的方法论，它是集体主义的。那么经济学我们也知道他们一定是个人主义的，一定是个人主义的，从微观讲起，然后才到宏观。那个人主义的我们知道经济学的这个微观一定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那强调这个经纪人的偏好那么这是经济学大厦的一个基础。我们承认政治学很大程度上也在现代发展当中也借鉴了经济学这些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借鉴了这些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借鉴了经济学的这些无论供求曲线还是偏好表达偏好的汇聚等等等等，其实这基本方法都借鉴了。但是政治学的方法论其实是包含或者说介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它不完全是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个人主义这个简单的偏好的基于个人主义简单的偏好的假设。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对于个人的偏好其实它的假设，它的心理基础的假设太简单了，政治学无法做这么简单的一个假设。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在我们图审社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可以做，比如说研究一些投票行为的时候，但是其实很快我们可能就是要超越它那最重要的是第一方面是政治学很难用经济学的那种对人的偏好做那么简单的假设，其实要比较复杂更重要的是这种复杂性是在于政治学的目标，它对个人理性的一个它所追求的最大化的目标，它并不是个人的最大化的效用，个人最大化的利益一个个人主义的利益。如果个人主义利益完全就可以在经济学的范畴里头来解决问题。当然政治学有一个流派也是完全的坚持这种理性选择，完全坚持，但不是这样。政治学总体来说是它自称为之所以不是经济问题，之所以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问题而是政治学，是因为政治学是假设一个个体，它理性的个体，它所追求的是公共的目标，是追求的善，公共的善，换句话说，个人他所想最大化的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性的东西，这是政治学的一个理性假设。最重要，他个人所追求的，作为一个政治人来讲，他追求的不是一个自利的利益，而是一个公共的利益，这就叫政治。这是我们从方法论上来回馈、来反馈什么是政治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这跟方法论是一致，我们谈的政治学方法论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是个体他要试图最大化，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公共的善。那这个公共善是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可能是全人类的。那这个时候政治就出现了，它区别于经济活动。那么这个时候个人之间他的利益也发现重合、重叠、矛盾、冲突，这是经济学超出经济学的这种简单的一个偏好的叠加、偏好的这种的处理在政治学上，这种个人的偏好实际上就可以成为政党选票的基础，就可以成为。等等等等，我们要讨论所有问题的一个基础，它是不同的，所以我怎么处理它，这样是我们待会儿要提到的、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两党制和多党制，多党制是否能够稳定的问题，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知道政权里面理论有个假设啊，那个多党制一定最后会趋于两党制，这是政治学里面很重要的假设，但我个人并不同意它啊，个人并不同意它。有的理论，有的政治学家是一直是强硬的坚持这一点啊，但是并不同意它。理论上和事实上，我都不赞同。那么在经济学上，我们知道还有比如类似从个人偏好出发，简单个人偏好出发所出来的，比如说像阿尔罗不可能性定理啊，那么在政治学上看起来，如果把它用在选票上面，其实这是一个虚无主义啊，它意味着集体选择就不可能。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政治学。我们实际上在否定这种基于简单的理性假设、个人主义理性假设所产生的一个个人自立的一个集合体。这是经济学。我们要谈一个公共的善的追求、公共目标，这个时候就是政治学。那么在方法论上面，我们在谈这个个人追求公共目标那么它所对应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啊，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那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政治学相当重要，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的，但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方法论个人主义它有强弱之分，强的它更强调个人对个人利益的个人这种决定那弱的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受网络的影响，受群体的影响，受他人的影响，受意识形态、受精神的影响，等等等等，这是弱的。然后，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跟我们一般意义上谈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啊。它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它并不是一般我们意义上谈的个人主义啊，这是两回事儿。所以，希望大家分开，不要混用。它有特定的含义。它是在1978年，一个德国学者才体系化建立起来，被现代的被1000万年后的这个政治学才作为一个方法论的基础。所以政治学既古老又年轻，而且跟经济学、帝国主义、跟这个批判性的社会学，就是都有相当重要的差别。那么在这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谈一些基本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民主，我们怎么来理解民主的多样性，怎么来理解民主的共通性，它的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好，那么这是我们从方法论第一讲当中我们要做的一个划分。不做这样区分划分的话，那么它很容易被庸俗化，被还原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个人主义，一种利益政治，那不是政治学，那不政治学，那是庸俗版的政治，庸俗版的出租车司机政治、市民政治、小市民政治，纳粹的政治某种意义上就建立在这种小市民的趣味上面，所以它结局一定是失败的。我们要谈的民主，恰恰就是要脱离这种低级趣味，脱离这种低级趣味，而是把一些理想作为参照放在其中啊。我们虽然我们说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是，我们不是要把理想主义普遍的强制的施加在所有个体上面啊，但是理想规范这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参照。我们民主其实也是一个理想，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理想。但是我们今天就谈的是什么是民主？为什么不是唯一的理想呢？比如说我们在谈什么是民主的时候，我们最基本的可以划分两种形式。首先，大家明白，我们谈的是现代民主，不是古希腊的民主。古希腊民主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古希腊民主我们知道它的特点是直接民主。我们待会儿就要谈到这种直接民主，它作为一种横向民主，如何在现代民主当中体现出来，这是极其重要的，大家所忽略的。那现代民主我们知道是基本的，就是跟古希腊的直接民主相区别的，它是一种代议制啊，它是一种代议制，它是一种间接民主。那么在古希腊的民主，在雅典用城邦为单位，还有一个民主很大的问题是，大家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观众，所忽略的是，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古罗马，是没有自由的概念，
没有自由的概念，这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自由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人类历史来说是很晚近的，对人类文明来讲是很晚近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也是我们现代的民主它所致力于的一个目标。现代的民主它实际上是以自由为基础的，也是为了保障自由，这是现代的民主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最大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区别，也给现代的民主怎么去发展，或者说现代民主怎么去分化，其实就因为自由的这个不同的原则不同的理解，那么就产生了很多的形态啊，对什么自由强调的多一点，对什么自由强调的少一点，甚至是否定自由假装民主，这种形式都存在啊。比如说这个强国的这个全国性民主完全不谈自由啊，但是他可以谈民主。理论上还真的可以成立，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它是一种古代的一种完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民主，它是反自由主义的民主。那么这种反自由民主其实不称其为民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甚至在中世纪比如说阿奎那时代啊，这个民主也因为跟这种自由关系，实际上是民主也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啊，不是一个褒义词。阿奎那都谈到一谈民主的时候，他就说那个邪恶的多数人的统治啊，这个中世纪，阿奎那伟大的神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对民主尚且如此认识，实际上它背后的是包含的对自由、对民主的一种类似的一种恐惧。那么这种观念在现在，在非民主的政权、非民主的阵营，我们说一个新冷战状态下一个威权主义的阵营里头，这种观念是很普遍的。所以什么是民主，我们这个时候要理论上实践上都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啊，它是以自由为前提和目标。那么如果说民主是手段，某种程度上并不错啊，虽然民主也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但是这个自由和民主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我们现在谈民主的时候，在我们强调自由和民主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导出一个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形式，自由民主。那么这个自由民主我们通常以美国的民主作为样板，区别于欧洲的社会民主。欧洲总体上我们说欧洲大陆这个无论什么党执政，但是总体上它都是呈现一种社会民主的一种形态。我们下一堂课会专门来谈欧洲的社会民主它的传统样式，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谈自由民主。那么它区别在哪里呢？这两大的民主形态以及可能还有其他的民主我们要谈的，甚至一些部落民主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民主。那么我们谈不同的民主形态的时候，甚至强调不同的政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谈的这个民主的落脚点，或者说不同的民主它最后它所能够产生的一种统治方式到底是什么，产生的一种我们通常政治上所关心的那种权力的分配，它的合法性，就权力的集聚和分配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那关键就在于政府形式是这个民主的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来划分不同民主一个最可见的最基本的一种形态。然后这个我们才能够再展开来谈在不同的政府形态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的不同民主它的横向民主和纵向民主的关系的各种的变体变形，比如说联邦主义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共和的问题，比如说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一个转化的问题，总统制、两党制、多党制、政党民主。比如说我们在谈政府民主的时候，实际上是另外是对应的是实际上是对应的另外一个词是政党民主啊，不同的政党形式、不同的政党民主方式在决定的不同的政府形态。那么
就像我们最近我们在讨论的一个新闻，大家很关心的这个 AUKUS 啊，澳洲、英国、美国的三方联盟，所以新建立起来的三方联盟，那么跟法国、跟欧洲大陆最近的这种深刻的从军火所引发的深刻的分歧，实际上就看到两种民主形态的一个区别。即便是两种民主形态的这个，我们说就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自由民主和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的一个大区别，但是即使在这个澳英和美国之间，我们知道他们的民主形式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普通法体系，但其实他们民主形态也不一样。最简单的区分，我们就能看到英国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它是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它是一个议会制的，实际上我们指的是内阁制的，它的政府形式是内阁制的，然后议会是一种多党制的形态。那么澳洲、加拿大都类似，加拿大的选举上个周末刚结束，图鲁朵又继续少数派政府赢得了连任，少数派的联合政府 他续任未来四年，我们就看到一个少数派政府可以续任。那么我们也知道再过几天德国的总理 Maker 就要下台了，结束了16年的执政。如果这个16年在美国的总统制当中真是很难以想象，至少宪法就不允许，但是在内阁制当中这种情况就像撒切尔一样，蛮正常的，只要一个多数派的一个政客，只要一个政客他能够得到多数的支持，这个多数既可能是他的政党的支持，也可能是一个政党联盟的支持，那么某种意义上讲，理论上讲，只要选民不厌倦，他可以永远执政下去，而且仍然是民主的，人们不用担心他变成君主、变成君王，不用担心他是一个终身执政的一个凯撒。但是在美国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前两堂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制民主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于那个总统随时可能变成一个不受约束的君王、一个君主。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从建国以来到现在始终都存在的一种担心，政治学家对他的政治学家也好、政客也好对这种美国总统制有一天被就像古罗马从执政官变成凯撒的这种变成君主制的这种转变，就是始终存在这种担心。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隐忧，就总统制或者两党制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避免的一个内生的缺陷，理论上的缺陷、实践上的缺陷始终存在。阿伦特批评说像极权主义其实在民主社会一样是存在这种风险，在现代民主制度里头一样存在风险，那指的是其实是指的是像美国的这种自由民主，指的是美国这种总统制以及它支撑总统制两党制所存在的这种危险、这种可能。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杜威我们知道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家，20世纪初最有名的、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他面对这个问题，他提出的方案现在仍然是有效的。他说，因为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实美国的这个总统民主也是相当的不堪有各种的动荡比如说我记得是1901年麦金莱总统遇刺那么前前后后其实有些总统是挺不堪的那么杜威的建议是怎么办？用更多的民主来解决民主的问题，就是要民主实际上是要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更多的民主是什么呢？达尔其实谈得很清楚，这更多的民主不是指的是，也许是指的是让发展更多的横向民主，发展更多的比如像欧洲式的，特别是瑞士的这种全民公决式的这种直接民主的这种样式
也许是可以尝试多这么搞。但理论上，像达尔他提出的直接的建议，就是要多发展程序民主，多发展程序民主。在程序上，在他看起来，民主就是没有其他含义，就是程序民主。程序上如果有充分的民主，那么这个民主就可以放心了。那么他在程序民主的基础上，他发展出多头民主的概念。那么在他看起来，美国并不是多头民主的样板灯塔。所以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很多普通的网友、观众总是喜欢把美国作为民主的灯塔国？从理论实践来说，欧洲才是民主的灯塔，而不是美国。从战后以来，我们说从战后以来，从理论上、从各方面理想的对照来说，那么在罗伯特·达尔看起来，德国、瑞典、瑞士等等这些符合他的很苛刻的大家十项条件的多头民主，十项条件的这些国家，那么荷兰啊等等一堆的欧洲国家都可以称其为多头民主，在他看起来是程序民主充分的发达严格，那么是一个真正是很理想的完美的一种民主形式，已经实现了啊，就像说我们总是在怀疑、担心共产主义是否能够实现，其实民主的理想、多头民主，在欧洲已经实现了。那么，这是灯塔啊，这是一个理想的，这是一个民主的理想模式，已经实现了。我们并不是在理论上来谈一个民主的乌托邦的问题，并不是。当然，我们指的是民主国家意义上的民主。那么我们话说回来，那美国的自由民主，它意味着什么呢？它的基础实际上是我们理解美国的民主基础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托克维尔意义上来理解。托克维尔很强调民主的自治的层面，很强调美国民主的这种权力的分立啊，权力的分立。那么实际上我们谈的是一种零和的一种程序性的约束，谈的是三权分立，然后它所形成的零和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谈欧洲的民主样式的时候，谈社会民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假定它不是零和的，它是正和的，它是正和的。这是民主所两种民主形式最大的区别。那么零和的或者说零基的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总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两党制的一个，它就酝酿着两党从建国之初已经建立起来三权分立基础上，所以它酝酿着两党制的可能，而且固化的两党制。那么理论上和现实上，这种两党制其实都是也是一种接近于零和的一种状态，就是促进对抗、分裂，而不是说促进更多的共识。这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多次的发生，所以在这意义上讲，美国的总统制的这种民主，固然对很多国家来说，比如说宪法，它的宪政民主很多吸引力，它的宪法现在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其实都是抄袭它的宪法，但是它并不是一种普遍的有效的一种民主样式。林茨前几年去世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林茨，他很早的一个研究就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学习总统制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他们的民主基本上都失败，有很多的缺陷。反过来，我们说在，我们刚才回到英澳的问题，内阁制啊，内阁制的民主国家，证明是一种稳定的、成功的一种民主的样式，无论它是多党制还是一个党比较独大，比如像日本长期一党独大，但是它也是比较稳定的，比较能够反映这种比较能够执行贯彻体现一种民主的精神啊，比如说这种程序的民主，所以从日本这个极端到一些小国寡民用多党制，比如荷兰啊，甚至是德国9月份的大选，大家也没看到这种多党的竞争。每个党
现在有三个大党，每三个大党基本上选票都在30%左右，20%多啊，没有一个政党超过40%的多数。就像加拿大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能看到大家的选票，再大的党，自由党啊，也就是这个30%多一点的这个选票这种支持率啊。但是，他的民主政体、政党各方面都相当的连续稳定，不会因为一个选举人失败了，他就总是在抱怨选举欺诈，总是在抱怨这个他是个受害者，是个民主选举制度受害者，然后就像希特勒一样要翻盘，然后一党独大，最后变成一人独大啊。当然魏玛民主当年是有民主体制的缺陷啊，没有防止这种强权，这种政治强人阴谋家的这个对民主的颠覆。那美国还是能够颠覆，它的三权分立，它的民众的民主意识是能够防止，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将来要谈到威权政体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这一点，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最高大法官也许随时就可以被暗杀，议会随时可以被收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政治其实是跟经济有的时候确实是一样的又不一样。经济上从经济学来思考，那么选票是可以收买的，从个人选票可以收买到议员的选票是可以收买，那在经济学上似乎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在政治上如果是一旦这么做，我们就知道这是对民主的一大践踏，那么它是程序上的程序民主的一大的背离，我们就不只能称其为民主。如果说一个人的选票可以被出售，从个人选票到一个议员的选票如果被出售，那么这就是在背离民主。所以什么不是民主其实很清楚，就一条线。那什么是民主呢？它是一个复杂变化丰富的一个生活，一个政治生活的样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当我们在谈民主的形态的时候，最基本大家要理解要明白内阁制和总统制的差别。总体来说，内阁制的民主形态它能够容许多党制，能够容许更丰富的政治光谱，能够更大程度的促进共识的形成。那么两党制呢，相对来说它的政治对抗政治分裂会更强一点。如果没有有力的有效的宪法和议会的这种制约，那么在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和这个最高法院的这种监督权或者说司法权，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权啊，那个三者之间如果无法实现一个好的平衡，那么这种总统制的一个民主它往往是跟两党制相关，甚至跟一党独大相关，那么它很难维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在上一堂讲什么是民主的时候，我们讲特别提到 Satori 啊，他谈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啊，谈到这两种的民主形态的这个时候，大家回顾一下，想一下，那 Satori 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还在于划分纵向民主和横向民主。那在他看起来，纵向民主就指的是这个从上而下的这种权力的分配，集聚。等等等等，从选举整个围绕选举政党来进行。那么相比之下，横向的民主我们指的是公民的参与、公众舆论、多党制，以及各种治理自治的这种普遍性，包括各种联邦的或者邦联的一个权力的分享，那么它都能够分散，能够在更大层面更多的层次上来实现民主，甚至于
当我们谈民主的时候，是不局限于所谓的这个政府的形态，我们人民如何来统治，通过政府、通过议会、通过选举、通过政党来如何统治，还包括从政府往下的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公司民主。公经济民主其实通常指的是公司内的民主，这是中国最近几个月以来的一个理论焦点所对应的。既有美团这样子不愿意给工人上社保，更不用说中国的国企、私营企业内部缺乏基本的民主，竟然有一些所谓职工代表大会的一个旧的一个民主的残余，那实际上是毫无作用、毫无意义，也没有说像持股民主，像工会代表，工会代表作为监事成员等等等等这种企业的这种经济民主。所以，我们谈民主的类型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当我们在谈政府形态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大的层面上，我们在夸奖欧洲式的民主、欧洲的多头民主、社会民主的时候，其实很大一层面是也在谈它的横向民主的丰富性，指的是不同族群的一种团结和民主的参与，公共舆论的发达，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像在经济层面上，工会、政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企业内部的一种民主的方式，一种民主的管理。那么，其实中国人民对这个东西并不陌生，但是在过去20年新自由主义统治下，好像把这些东西都遗忘了。从1990年的中期国企改革之后，似乎中国已经接受了最传统的资本主义方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谈上一节课，我们在谈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关系的时候，谈民主和经济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忘掉，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的民主的经济生活基础上。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垄断的、一个自私的、一个黑暗的资本主义，就像比如说1900年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也是八分时代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各种丑闻的状态下，然后美国当时的民主体制能够发展得多么的好、多么的充分。那么，它所对应的一定是这种，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原罪的问题，所以他们要搞慈善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开始搞慈善，开始谈福音资本主义，谈慈善资本主义。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就是政客的不堪，总统的各种不堪，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要理解的一个基本的历史。所以，我们谈什么是谈民主的基本形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理解它的纵向、横向的不同的区别。当然，将来我们会展开的来谈横向民主的最典型的代表——社会民主，欧洲的这种民主形态。那么今天我们再回过来再谈自由民主这么一个它的基本的问题。那么基本问题我们知道，基本问题在于它对共识是否能够维系，是否能够再生产的一个能力的问题，民主能力的问题。那我们谈两党制对抗，在过去4年以及在历史上，就是这种共识的形成有巨大的动荡。那么共识的衰落、破裂、极化，这个就是我们指的是民主的衰落。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谈的民主的一个关键。民主最后是要得到什么呢？这才是我们关心的。实际上，民主最重要是得到一些共识，我们谈的共识民主，所以这是欧洲社会民主，它比较容易，它的内阁制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多数，形完成一种多数人统治，回归到民主的本意的一种民主形态。那么相对的，在我们谈共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谈政治学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在过去30年的发展。就是到不止，应该说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从杜洛克，从詹姆斯·布坎南到杜洛呃和杜洛克啊、这种从他们所发展的公共选择学派啊，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就是用很多经济学的方法来发展的对同意、对共识的计算。换句话说，我们上堂课，我看到我朋友来。奇怪，为什么政治学只是研究计算，不研究伦理？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研究同意的计算，研究共识的计算，共同意怎么来形成我们的政党选举、我们的政党、我们的政治结构、我们的公共治理，怎么样来通过对同意进行计算？就是好像乔姆斯基这批评性的这个著名的批评性的文集啊，关于制造共识，他是来批判的，但实际上。他也没有错，整个政治过程实际上就围绕着同意来进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政治学里面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所谓政治过程。所谓政治过程，就是我刚才说的方法论的一个应用与延续，怎么样把个人的偏好转为一个公共的善，转为一个共识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谈的政治过程。它是通过选举、投票。政党代表，然后以及各种的政治的相关利害相关者啊，相关的 stakeholder 啊，各种这个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公共舆论、知识分子等等等等参与，来实现、来分享、来进行计算。那么这就涉及到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涉及到很多数学的一些基本的模型的假定。我们知道托勒克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那不敢当政治学家，他没有诺贝尔奖，但实际上他们的贡献是一样的大，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理解，对选民、对选举、对偏好，其实不可以简单的视之，而是要考虑他怎么样的在两党制、多党制当中怎么样的表达，怎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偏好的强弱，以及我们理解，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当中，最强的偏好的一群人和最多的偏好的一个群体，它两者是有区别的。那么他们最后都会影响政党的强弱，政党的选票，也会影响到比如说民主的一个产出，关于公共预算的问题啊，关于这个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问题，到底是哪一些孩子会哭才有奶吃？等等等等，这就是政治的结果，也就是政策的问题。所以，Lewis 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论断：政策就是政治。那么，政策作为一个政治的产出，实际上能够反观什么是政治。那么，在反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理解怎么来计算同意是怎么形成的。在一个群体，在一个政党，在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博弈竞争当中，怎么样形成？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来发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啊，关于政党竞争当中的单分理论、双分理论，这都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一些基本的假设，霍特林的假设、米歇尔斯的假设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比如像 Donce。当时我一直很推崇他关于民主的经济学的分析，他是57年写的这本书，很重要。他不是大学的教授，他一直在美国的一个地产协会里面担任政治顾问啊。那么他却是美国这个大家公认的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啊，至少是前10的最重要政治学家之一。关于民主的经济学分析，那么他就是要把这个政治理解为。是这样一种可以计算的，一种可以用经济学分析的这样一种偏好的一种公共的转换的过程啊，就像我刚刚所谈的，一个政治过程。那么再通过这样一些基本的，这些都是政治学理论，这才是政治学理论基础。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些过程当中，两党竞争的候选人啊。到底谁代表多数？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政治立场和选民的偏好的分布，其实大家就要抢占那个位置。所以最后我们也知道一些基本的一些假说啊，比如说两党制，大家是去中间化，那么争夺中间选民就成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式，等等等等，以及像各种双分假说，围绕着这种。这个竞争，最后我们就发现，政党选举或者说比如说总统选举，两党制情况下，在自由民主的情况下，
两个党，他们不是因为政策，这个提出不同的竞选纲领，完全是因为，其实是因为选民的这种偏好而提出不同的政策。他们是在计算自己的选民的分布，选民的这种偏好的分布，选民需要有什么政策，想要什么政策，他们然后才提出什么样竞选纲领，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在理解这个自由民主选这种政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托克维尔他是，其实我个人是认为他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人物，是一个理解的是19世纪的美国的自由民主已经不能代表，或者是跟20世纪的，特别是21世纪的美国自由民主已经有相当远的距离。比如说，他其实是代表了美国政治传统，或者说观察到美国政治传统当中一个轻视知识分子的一个作用啊，有一点反智主义，有点反智主义。那跟欧洲的民主真的是很大的不同，跟欧洲社会民主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对的。理论上来讲，选民他在选择政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别人的偏好啊。假设每个选民都是偏好都不同的，而且互不知情的，而且他并没有兴趣来了解政客的具体的纲领啊，政客的具体纲领里面的不同的政策对他意味着什么。其实一般选民是没有兴趣来了解这么多的。那么，选民他更简单的，有的时候他是倾向于选择一个政党，只要是这个政党是自由派的，那么就 OK 了，他就放心了。有的时候他是直接选择政客，政客就代表着政党。那这种交替，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选举形态的变化。有的时候人们。一个固定的、稳定的选举，人们是投党不投人，啊，不管是谁来代表，比如说现在日本的选举，自民党这个人变来变去，但其实他的选民，如果他忠实选民的话，那么他真是投党不投人，他没有一般的人，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唐诗的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发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选举有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那么政客也好，政党也好，他要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当中，不同的政党竞争环境当中，基于这样一种选民的偏好的分布，他来做竞争，如何的清晰化，如何的重复化。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理想的对抗性比较弱的，哪怕是两党制的这种民主选举之下，就是各党都差不多，各党都差不多。啊，那么只有传统的差别，纲领都差不多。就像我们现在看，甚至在多党制的德国，其实比如在环保议题上，各个党的纲领都差不多，已经看不出差别了，已经变成一种共识了。啊，这确实是很有趣的。那剩下的那政客个人的魅力，那这个时候反而是凸显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谈这种选民、政客、政党。三者之间，我们在谈这种信息的问题。那么，当我们把这种选民和政党这样做一种简单的一种投票上的一种共识的稳定的过程，这个时候我们把这种稳定的过程就称之为信念契约。信念契约，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共识啊，基于政党的一种共识的一种凝聚和稳固，并且可能是持续的。那么，这种信念的契约可能是存在他的党和他的支持者之间，那么也可能存在一个超凡魅力的一个政客，或者是总统候选人和他的支持者之间。那么也可能是这种信念契约是存在一个宪法和所有的国民之间。那这就是一种共识的不同的层面，这才是我们要辨别或者说我们观察不同的民主形态。对，说最重要的方面，其实是关于各种的契约，在各种契约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共识基础上，自由变得才有意义，我们才能谈自由的各种保障，谈自由民主，谈在不同的民主形态下对自由的促进，这是我们下堂课要谈的一个问题。那么，
当中，我们这堂课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大家我不展开谈，因为涉及到同意的计算，同意是可以计算，而且是围绕同意，实际上是政民主有不同的样式。那么我们下堂课下一周，我们再谈欧洲的社会民主，他们的围绕的同意，可能展开，不是那么对抗性的，不像美国的那种对抗性那么强，而是一种非零和的一种正和的一种民主的形态，那它是一种什么形态？好，我们下周再见。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